第一零五案，行政院函为遵应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后续四年之经费，请依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第七条第一项规定，同意办理预算筹编。查询完会见，拟请交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。宣读完毕。报告院会，报告事项第105案，现在有民众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。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，因为有不同提议，现在进行表决，按铃7分钟，并分发表决卡。时间到，循例先处理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的部分。现在针对民众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。现有民进党党团、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反对。出席57人，赞成10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0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现在接续处理时代力量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，现有民进党党团、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反对。
报告委员会，现在出席57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47人，弃权2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。好，请继续宣读106案。